就是从另外一个图来看的，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精子跟卵子，什么叫父亲，什么叫母亲，我们没有空来谈论这个问题啊。那我没有说我们这课程应该跟你们讨论，然后我一直 lecture 也很糟糕啊，一直跟你点压。其实试管婴儿的话，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虑什么叫父亲，什么叫母亲啊。这个是一个有一点复杂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不管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有没有就让大家去，这个只是画好玩而已，这么少是不可能的啦，对不对？精子一定是要一大堆啦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接下来的话，当然这个图也是画好玩的，它只有头部会进去而已，对不对？因为颈部不会进去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也不要苛责太多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接下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啊，还是需要人类女性来怀孕啊。这一点的话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。